警察先生，9点钟左右。上来吧。我从出租车站上了车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车弄湿了。没关系。该道歉的人是我。我是看不见，但是我能听见。这位小姐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话您听过吗？警察管教不良少年天经地义。放开我！我他妈恨你一辈子！我靠，真瞎呀！这肯定跟最近的联合失踪案有关系。什么车啊？有的人眼盲心不盲，有的人眼不盲心盲。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安全？我和瞎子靠这只狗啊？我是看不见，但是我能听见。这位小姐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话您听过？最近的联合失踪案有关系。什么车啊？有的人眼盲心不盲，有的人眼不盲心盲。警察先生，9点钟左右。上来吧。我从出租车站上了车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车弄湿了。没关系，该道歉的人是我。欧玛，警察管教不良少年天经地义。放开我！我他妈恨你一辈子！我靠，真瞎呀！这肯定。